花时间训练。太多的时候，我们期望孩子们不经过充分的训练就完成任务。一，开班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，说明如果缺乏对八项技能中的每一项的训练，就会遭遇挑战。二，在解决现实的挑战之前，要花时间和学生们练习每一项技能。三，要用虚伪但典型的问题做角色扮演，作为一种好玩的练习方式。四，有些技能可能要花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熟练掌握，其他的技能可能只需要一两天。五，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，要鼓励从错误中学习。